呀，我身上没有啊，没有珠子啊，没珠子，哦，那我去做珠子啊，盲枪，帮我装看有没有机会出现两支枪好了，哦，这边两把枪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如果两把枪的话，也就不用考虑了。啊，应该说我要炮了，我要炮了。我之前试过这边三把，这三把都是枪，可能真的。如果以前有看直播就知道了，你转 N 次了，那我只能说你运气不好。这三把又都可以是枪，我转过，我真的转过，对吧？没转过我不会跟你讲啊，但是我真的转过这三把都是枪的。那时候我在实况里面转，然后我转到之后，大家还点点点点点，很多观众无言啊，因为几乎没有人看过三把枪在那边的 啊，我就转到了，真的，花多少花一堆。我那时候真的花一堆，可是那时候你看像现在就两把了，你说怎么没有可能？哦，那我就拼这一波了，我就拼这一波，哦，好不好？来，够，不管他了，反正玩到现在，说真的不缺蓝装了，不缺蓝装了，他转到防卷也是算了。我们要把这个开起来了，三二一，开枪！防卷，干得好！来吧，来把枪吧。诶，他会出枪吗？好像也会了哈，应该都是会了。一把枪，两把枪，继续。三本哦，这个一次一万，一次一万，超三本的。我真的不好看到那个两把三把枪，我真的没有看到。玩了一年多，两年多了，反正两年多的天堂 M， 什么没看过？两把枪，再来转，继续转。哎，有没有在刷啊？刷一下吧，帅哥。剩90万啦，80万，干，加速。哎，两把，好了，就赌这一把了，就赌这一把。紫色的拿到当赚到，刷下去。开，哦哦，今天怎么运气这么好？你现在在看我表演就对了，啊，很可怕哦，很可怕哦，这个几率，看一下，一个枪，啊，这个转两把，转两个就破产了，哎。帅哥，哦，两把枪了，两把枪，但是我想要炮了。好了，就拼这一把，就拼这一把。来 ，Go！ 不要再出最左边了，拜托拜托。哇，有特里斯坦步枪，这个等一下送他上路。这次我要转炮好了，快啊，炮来啊，炮来啊，我要打。快没钱了，哦，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，就拼这一波，再拼这一波，来，三二一，开枪！炮炮炮炮炮炮炮，看，神官手套，好了，拿冲爆，12张拿冲爆，一二，没什么用啊，爆。